BTS 大哥 Jin 今天正式入伍，而防弹少年团其他六位成员也全员到齐，一起到训练所为哥哥送行。稍早泼出七人的合照，弟弟们围在 Jin 周围，一人一只手摸着哥哥的小平头，温馨又可爱的画面引起热议。粉丝们表示，难得看到七人再次合体，竟然就是送大哥入伍。虽然被团魂感动到不行，但也真的好不舍。而成员们也各自在 IG po 出和 Jin 的合照，其中 V po 出的影片片段也引起大家关注。123不要受伤，向哥哥喊话在军中不要生病，要健康回来。而这个影片出自2018年 BTS 在台湾的演唱会，是 Jin 和 V 经典的合唱桥段，两人还头靠着头对着镜头露出笑容，展现团员间的好感情。时隔四年再看到 V 发出这段影片，让台湾粉丝们也都忍不住感叹，真的好想少年们。不过距离 BTS 预计合体的2025年还有将近三年，希望春日能尽早到来。